文化部参传统艺术中心就会推出第一届高养培育计划，为四月开始安排各种传统艺术团体到全国的学校表演，就是希望囡仔会当自细汉就接触到布袋戏、歌戏一挂传统的台湾艺术。叶彬彬，每年考试拢第一。布袋戏走路台脚，甲囡仔互动，互新北市秀龙国小的小朋友拢真欢喜。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一块，但是这次看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为着要让囡仔嘛通对细汉就接触传统文化，由文化部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这个单位做会宣布启动头届高养培育计划，从对今年四月份开始到十一月份，从第九个合作县市开始，让传统艺术进入学校表演，也是带囡仔到表演的所在看戏，有超过两百间学校，按算有四万个囡仔来参与，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偏向学校。我们希望能够培育儿童戏曲的编剧，希望让小朋友们呢能够呢认识，而且爱，要爱呀，爱自己的文化。团结中心表示，有超过五十个顶级团队加入计划，像布袋戏、歌戏、配角戏、甲传统音乐等等，希望囡仔更加认识传统文化。剧团有一个乌姑娘，就是灰姑娘，就是咱用西方的卡通的故事来甲改编成歌戏。接受了后摆，其实大汉，伊可能就是会变成讲，伊就无遐尼排斥迄个歌戏，讲啊，这台语我听无，我就无爱去。有剧团就表示，让囡仔较早接触传统表演，囡仔就会当提早感受到传统文化深色的所在，先有兴趣，才通进一步去投入传统文化，才有机会开枝散叶。记者点入去看，台北采访报道。